个全身照。哦，那多么好！要是我这个腿，被暴露了，那个，脚干不干净？我脚干净的很。然后说，有谁在勾我的腿？没有啊呀。是不是不能说的？嗯，好能说。所以我今天煮的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嗯，哎，看那个抖抖都没事。来点花生，我要点汤。嗯，那你要点什么呀？碗是太大，你这碗是太大了。你觉得呢？还行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的那个没拿，拿。辣椒。没看什么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？10:12。我真的好想吐。这是蛋糕吗？其实我的还有一顿了30。是吗？哇，吃吗？不行。你吃啊？嗯，吃饱了。你先看一下我的排骨，看过了，怎么样？不太好。哈哈哈哈。姐姐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，显摆一下我们宝宝。哎呦，显摆一下，显摆一下。先给这边人显摆一下。30分钟是不是已经好了？嗯，30分钟是不是已经可以了？排骨，有人告诉我。弟弟又跟我一起，耶！行吧，耶！他这里好可爱，让你的弟弟直播，耶！看看呀，看到了呀，你没看到？嗯，我看你这个像啊，耶！哦，可以什么出图了？截图。不走，他这哎，他这个你也走啊？这个哎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，这是镜头。看到，可以看到。啊，好好吃吧。哦，行吧行吧，那你下去。那，现在谁都看不到你了啊？什么？我在给舅舅吃东西。王姐，怎么过来尝尝？不好吃。不知道，你给我尝尝。
那直播镜头里什么都漂亮，来吧。哎呀，我们找不到小芝麻了。来吧，看看周氏周师傅做的红烧肉。你看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。哎呀，他没有小芝麻点缀了，找不到。看看，看到没？哎，好，把它倒。尝尝。吃完这个，我肯定肯定得饱了。来吧。嗯。我小芝麻没了。这个你吃吧。啊，这个你吃。不是呀，你就直接吃就行，好多呢。嗯，好香呀。嗯，好吃。哈哈哈，好烫。嗯。放凉一点再吃。跟之前做的什么？糟了。嗯，味觉还挺好吃，是吧？就有点淡，应该没烧进去，因为汤多了。嗯。放骨呀。你吃饱了？这个饮料是气泡果汁里面，嗯，你们去搜一下，一般直播间里面都有。我一碗还没吃完，你吃那么快？因为我是大胃王。我们近一点吧，但是近一点拍不到两个人。好热，留一块给你，你们这么拍就留。啊，好啦。今天这个螺蛳粉煮特别有味，王爷。我知道为什么你平时煮不好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是不是掉下来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掉下来了。你回答我呀。我看一下。没掉。你知道你为什么平时煮不好吗？哎呀，我等了你半天了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你心急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心急。每次它没熟，它是硬的，你把它关掉了，关火了。是啊，好了，喂你吃。是的，丢丢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。唉，那周周呢？你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我有啊。怎么啦？那依依呢？依依是世界上最帅的女的。好吧，好啦。那我不想吃，吃不下了，一点也吃不进。因为你吃太快了。哦、我到现在都没把这刚刚第一碗吃掉，太辣了。一口都吃不进去，是这样。后面的丢宝是画的吗？应该不是画的，应该是做的，那个打印做的，弄出来有油画质感，有个印，那个粉送的。因为我觉得很可爱，就一直带着。吃饱了吗？
我应该喝牛奶。啊，水果没吃。啊，还辣子。拜拜拜拜！怎么，拉锅？喝点牛奶，这么辣？做了个美甲要300多，我以前做过400多的，还做过500多的，我觉得都好贵。自己刚刚又放了一点，然后就说比较辣。嗯，我已经那个，哎，我这怎么办？我看不到你，你这样子。没事，你先吃吧，吃完我们就转地方。去转哪去？好吧，那现在转吧，那走。